修行啊，内心道场，咱爱自我庄严啊。咱曾安尼讲过去啊，净思清行道嘛，其实咱是行在无量之中。大家人逐天啊，心是正直清净，自然希望呢。大家人入方圆，是毋是修方志呢？这是咱大家修行初发心开始，一定呢将心奉行，每一天。咱都爱有这份的清净道，才会当入无量义啊！咱的道场名称是净思，净思也教法啊，嘛是爱人人守规啊，教有教规啊，家有家法啊。每一个家庭也应该要有家规家法，何况呢在道场啊，当然有法规啊，有咱宗门的家风。所以在净思啊，咱呢要克己勤俭，静心念顺，咱来何忌讳名啊，修持清规净戒，安尼都会当有善法。大家人的心呐，会当的安尼的心态，这就是修行的善法啦。咱修行不是为着独善其身，咱也要兼利他人。所以咱伫这个道场啊，就是信心为道，日常的生活为着讲要安怎样，会当道场是道人修行的地方，所以咱来归戒啊是第一。这归戒是毋是有真困难呢？无啦，就是内修内谦外扬，人人啊，那会当家己的内心啊，修谦啊，外面啊来礼让人，这安尼呢，这就是一个功德嘛。您看看讲，有时阵啊，坐伫车恁。啊，人那是较聚会起来呢，啊，少年人赶紧爬起来，那老人要坐了就讲，哎呦，功德无量哦，对啊，谦让一下，安尼呢，嘛是叫做功德啊，所以咱一个真轻轻小小的动作。咱要过路，人先予咱过呢。咱咪讲，哎，功德无量哦。时时祝福咱平时的动作啊，会当好得到人人的祝福。这嘛就是咱日常生活这么简单的形态，何况呢？在群众中的内底，咱啊内敛自谦嘛，就是讲。咱的修养嘛，外敛内让吼，这就是表达出来尊重他人，这叫做德。所以讲起来，戒规啊，就是第一安稳功德住处。这，咱若会当干那安尼，这么简单，大家人共住伫这个所在，这敢是最安稳。功德住处呢，修行啊，虽然无求功德，不过求咱家己的品格啊，内心一定爱修。所以咱
静思泛美，行静信心，这就是为咱的来修嘛，修行嘛，爱先把咱的内心整顿好以后，人人啊，对人处事必定呢爱先有诚心。唔只是干那礼佛虔诚，对人嘛是虔诚。这种的心静，咱的心爱静啦，唔通偏狭。心静则道静啊，那行为多元功德妙，重用一切诸贤君，咱必定爱有坚定的信仰，选择对的信仰啊，咱爱。坚定哦，啊，修行是咱家己选择的道路啦，所以咱爱相信，修行呢是成就咱自己哦。看看佛陀来人间呐，莫非呢，就是要修正众生的心，要甲伊修正过来，因为众生的心偏了啦，所以咱。既然信佛入佛门啊，选择的道场，咱就爱去相信的心，所以咱爱步步踏实啊，唔通飞马悬空啊，唔通希望，这就是咱的内修，咱的内心道场，这么简单。信是行情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表达出来，这就是内心的修行，是我们的内心的道场。内心内修是在静思啊，那外行呢？那自在的宗门，外行就是慈悲喜舍，我们要对天下人间啊，咱爱去付出。佛陀教育咱的啊，无别项，就是这四定心嘛。这四定心呢，都普及万行哦。所以咱大家人爱怎样慈悲喜舍，六道万行啊，无不都是种。慈悲喜舍开始，所以这就是咱的外行。诸者法门，这个道场呢，唔只是干阿伫咱的修行，咱要来救度众生啊！就是众生有苦难嘛，唔只是干阿救伊的及时的苦难，咱也要个净化伊的心，和人人知影，众生人人都有法度呢来助。悲喜舍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咱从内修一直推动到呢天下普遍啊，希望会当